是永远。当初的甜蜜的恋，怎变做你的负担？讲放手我无遐勇敢，以为你对阮讲的话拢无改变，你对阮的感情拢无欺骗，是我太认真，是我太深情，是我太天真。所在，什么人赢呢？来听看麦老师安怎讲。有请姚文老师。平话，这首歌曲比上个礼拜唱的好，够够自信啊！而且那个迄个高点啦，迄个顿低点啊，够刚好开，唱的非常到位。哦，只有 A 段的部分我有小小的意见，就是有些小音准的部分，就是讲迄个稳定度安尼尔吼，其他我感觉这首歌你唱了。我觉得很好，很棒哈！继续有请吴浩哲老师讲评。子玉，老师好。这首歌呢，你唱的真的也非常好，而且你气氛的营造也各方面都很好，声音也都很好，很棒哦。但是你的音准的部分、尾音的部分，其实会觉得突然间就音准就跑掉了。我不知道是你没有撑住，还是有什么的感觉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在唱某一些部分的时候都很小心，很小心，很怕出错。其实已经上台了。就不用去怕这个，舞台是你的，你就尽量去表现，你想要怎么唱就怎么唱，不用那么小心的去怕东怕西。我觉得越怕越会出错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完整的把它表现出你对这首歌的感觉，你是什么就把它唱出来。